就在达人秀现场被搞得一片欢腾时，音乐厅里来了三位特殊的达人，和所有在外漂泊的人一样，他们将在达人秀的现场演唱属于他们的歌，希望可以得到评委的认可。请问来自于哪里？来自浙江。能告诉我们你们为什么上来吗？因为我们想就是自己创作了一首歌游子吟，奉献给我们在座的所有的朋友。这首游子吟呢，是我们今年在中秋节的那一天特别想母亲的时候写的。希望你们这首歌能够为我们带来不一样的感慨，好吗？开始你们的表演。慈母手中线，游子身上。